说一下你们要巧克力粉、咖啡粉，或者是可以冲泡茶包，谢谢。啊，大概要多少呢？大概要多少呢？知道吧？然后因为这个活动出去，还有能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便当。都可以，因为现在时间人很多，所以东西都大量减少。OK， 好好，谢谢。谢谢。